我的座右铭是愿力有多大，人生的境界就有多高。因为我是来自彰化的一个农家子弟，所以当然在偏乡地区或弱势族群来讲，他们的资源是相对应比较不足，比较差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，最重要的是用教育，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嘛。那你今天觉得说我去济贫，我去提供营养午餐，你就是这么一餐啊。但是如果说我可以用教育的方式能够改变你的一生，你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让他可以跟别的学童有一起公平学习的机会，他长大之后他会感恩这个社会啊，他会感恩这个社会，他觉得这个社会是有温暖的。如果他没有这个机会，他觉得这个社会对我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觉得教育太重要了。